它是斜纹面料，所以你会发现它挺挺的。再来侧边是可调节的，所以你可以把两边都调开。好，调开之后呢，到 L 号都是可以穿搭的，然后你就可以慢慢收。你想要最紧还是想要一点有腰身就好。这一次我们做的是可爱的小落肩小蓬袖，蓬袖有看到吗？它不会粘在身上，也不会很紧绷，整个是弹性的。这边呢，我觉得它就自然帮你抓好了抓皱，然后小酷酷的感觉。再来看我的背后，有没有看到很多抓褶？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子的裤子可以让大家穿得这么样的显瘦。那裤长的话，我觉得刚刚好，它只有一个限制，就是165公分以下的粉丝肉。还有来到最紧，我还没有到最紧，我还有空间，所以你们自己喜欢紧的，喜欢腰。都想瘦一点，我觉得 OK。 然后裤长的话，你不论是就是比较小资的15多的16多的，我觉得都不会有太大的差别。